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光的舒压手游系列，我们又回来啦。今天呢，小光带来的这个舒压手游呢，也是我在最近广告一直狂收到的一个游戏啊。那这个游戏我也是看到哦，好像蛮好玩的，我就下载下来。你看他拿这两把刀，看起来就像兵长一样，我们要去砍巨人是不是？他头上有个等级一耶，我觉得这游戏没准应该很舒压。那我们就来试读看看吧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现在跑。哦，可以砍人，砍人可以升级。我们现在直接都到39级啊，这个钻石是干嘛的？应该是可以拿来升级用的吧？哦，69级，哦，124级，超强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哇，怎么1.9就失败了？哇，这个等级也太强了吧，140等。哎呦，这游戏蛮好玩的，在砍人的时候瞬间就升级，而且节奏非常快。哦，捡到175块，超爽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 ，OK， 我们可以升级。它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的等级就增加。然后这是什么？这个是，哦呦，这是什么 ？Off 什么跟时间有关系的吗？我们先加一下，一开始就两等。OK， 好，两边都各加一些。哎，这样会比较好像没什么差啊。哦呦，150几等，这个不能碰啊！差点被骗了，碰那个我应该会死吧。30级可以砍，70级可以砍，他名字这个等级只要变绿色的，我们就能砍他。哦哟，258，超强！喂，哇，2.9，我觉得我们进步很多，现在已经来到200多等了，一下子就来到200多等，这游戏的等级会不会通货膨胀 ？OK， 我们来到第三关，我来加一下等级。一开始如果说从三等开始，会不会比较厉害啊？会有比较厉害吗？这个是帮我加钱啊，拿到的钱会比较多吗？而且升级还有音效，也好笑。哎，来，一开始就四等哦，嘟嘟嘟嘟嘟，拿一下。哎，嘟嘟嘟嘟嘟嘟，36等。哇，这还可以飞起来砍，哇，这好像在砍巨人哦。哎呦，60等，我不行。哎，砍，哎，砍，试一，40等可以，80等可以，这是什么？100，走，去100。哦，喂，吃钻石。喂。哦呦，会有点3D 晕的朋友们 ，sorry 啊，为了钻石不择手段。嗨，哦，还是在 2.9， 好像还不够强。后面有一只超强大魔王，我想打打看他到底是几等，我们能打得到他、啊？哎呦，410块钱，哎，把这两个都加起来，两个都平均升，应该很 OK 啦。哦，六等了，一开始就六等啊，没砍到，这应该可以砍得死。哎，30等。66了，失宜啦！这什么情况？先吃！哇，300等的，别闹了，300等。OK， 哦，可以砍60。我有100的不行。哇，这是什么魔鬼关？哦，继续砍，继续升级，失宜。哦，429级，而且我们人变超大只哎！上啊，兵长！上，哎呀，4.2了，快过关了。我只要能顺利达到500等，我们就能去打最终 BOSS。哇，这游戏好爽快啊！哎呦，来，我们看第六关。OK， 先加一下。好，现在一开始就8等了。我，砍，跳起来。水，哇，210等，可以不要塞那种东西吗？让我很想砍它。砍的应该会出事吧？哦，哎，怎么没全砍到？啊，完蛋！我没有全砍到，哎，怎么办？哦，这加攻击，呜！哇塞！我现在等级是多少？1000等，1100。哇！大王！哦，来！这、啊，我超强的，哎，我好帅啊！我可以把他打败了，真的是超爽的。这游戏真的超级爽快的。好，领一下钱，哇，717块钱。OK， 来到第六关了、啊，点，所以起始就在10等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进步了。哦哟，一开始就39等，超爽的58。哦哟，450等是什么鬼 ？OK， 肯定是打人啊，钻石什么的，等一下再捡嘛。打人比较重要，捡钻石没那么重要。来砍30，砍40，200。哦哟，431应该2.9吧？我们才2.9。
哇，4.2 啦，谁2.9？但是，哦呦 ，BOSS 是一只龙哎 ，Oh my god， 那是火龙哎。OK， 来到第七关啦，我们先加一下，钱不够多，只能升级而已。嘿，哦，这个超强，呜，我那个技能是无敌的，不管你是什么等级，怎么歪了？这个有点哭，哦，这样我等级多少？398，好像可以再更高哎。看，哎呀，四倍也不错。哎呦，425的金币，我们加一下。哎，我都一直在升这个，我们旁边的这个金币好像都没升到，这是什么啊？我可以爬墙哦，好帅哦，可以爬墙哎！哒哒哒，再爬一次，超帅！哦，大只的再见啊！我跟你讲。我想金币都不是我想要的，等级才是最重要的，好吗？来吃起来，应该可以打王了，可以打王，有没有办法打王 ？Yes， 去死！哇、哦，超帅！我直接把王打飞了，这飞了1公里远啊！哇，你看打赢 BOSS 加300块，你看如果我们去吃那些钱，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打300块啦？我们这个钱要加一下。OK， 好，三个都加钱，这一次我们以钱为主。哦哟，先吸一下等级，碎。啊，没砍好。哦哟，吸。哦哟，碎哟，砍。歪了，哎呀，好亏哦，333等。太亏啦！上啊！哎呦，那只是什么、啊？大闸蟹吗？还异形啊？好恶哦！我们先来点一个钱啊，钱都不够多。这边应该我们要先走这个，先走人的，人比较重要，我觉得。哦，这个，肯定是砍它比较重要啊。哎。砍掉，500等啦、啊，各位。531。没有全砍到，太亏了。来，吃起来，900，我900等了，随便砍都过。来，异形，该飞了吧，异形，去吧，异形 ，Yeah， 直接打飞，加 BOSS 钱，300块，600 ，OK， 我们有706块钱啦、啊。我们可以来升级一下这个，升级一下我们的等级，初始等级来到13等了。OK， 哦呦，这不能砍，只能砍40等。OK。哦，砍，哎，先走50的好了。哦呦，吸钱。哦耶，从这里重砍，这是重砍的意思吗？哦呦，30、80、320，但你是砍320啊！哦，640等，我们下一只王直接打飞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它长得好恶哦，去死吧！这个长相木乃伊的东西。喂，351加300，耶、yeah ，钱超多哦！1047，我们终于破千了。那、啊、可是我们现在要升级一个，也都好贵啊，一个要500块。不管，开始我们起始就14级，砍起来！哦耶！砍！ Go！ 哎，这个跳一下，哎，差一点，躲一下啊啊、哦！好痛哦，扣10级耶，太亏了吧 ？OK， 砍一下，42、3、4、3、4、3，190啊！462有办法吗？好像可以哦。462砍得到吗？好像可以。哦，这只王看起来好帅啊！去死了！你长得再帅，也要被我打飞。351，300，我又紧接着已经来到第13关了，加一下钱。OK， 我们先把钱加高一点。OK， 砍，这个要怎么砍？哎呦，这样砍算比较好吗？还是没有比较好？哎呦，哎呀，看起来真的很舒压哎！这游戏
其实还蛮舒压，而且关了广告之后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东西需要你去做。简单来讲，我觉得这游戏还蛮适合我们玩的。哎呦，有没有那500？哇，上面那只好帅哦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，打得赢吗？嗯，哇！哎，他每只 boss 都做得很精致，哎，很酷哎。这我们的这 bonus 怎么永远都是351啊？可不可以再拿多一点？我想拿多一点钱啊！我们来到这边，我们先加个钱好了，503。好，下一个我们就来加等级好了。我。啊，刚那招根本砍不到东西啊！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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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碎啦 ！OK， 哦，地狱三头犬，哎，没有，有没有三头？两头，地狱犬，地狱牛，牛魔王，去死！超帅，我觉得王可以跟我抵抗一下，可能会好帅，可能更帅一点啊。他已经够帅了，可是就是没有什么被我打到的感觉。就一飞就直接打走。OK， 我们来加个等级吧。哇，现在都只能加一下。我们可以换。Oh shit， 这个要看广告跟要花钱买。好，不管了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哎呦哎呦哎呦，砍起来！呜，这游戏真的是蛮舒压的。哎，哎啊，亏，好亏好亏好亏。啊。哦，我觉得这样子好一点。哎呀，刚太快撞到那个扣石，啊，3.2，哇，上面那个是什么魔王？长得好帅啊！他每只魔王看起来都好可怕。OK， 来到第16关了，我们16现在15级，加到16级。好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想这么做。哎，怎么？哎？这样子我应该打这边吧。哦呦，差点砍错地方。我的，好像不需要这招哎。哦，碎碎碎碎，有了有了。哦，好帅啊！来来，我们要打那只王了。上啊，693级，砍起来！哇，这只应该看起来会喷冰的，去死吧！我觉得他们在 BOSS 上真的做的蛮用心啊，就如果他血可以厚一点，我们砍他砍个10下20下，那会更刺激，对吧？游戏公司有听到我的想法了吗？好吧，就这游戏真的做的不错，这砍这打击感是有的，来加个这个 ，OK， 来来来，我们看看，哦呦，刚好躲过，30，嘿。啊！完蛋，为了30等，得不偿失哎、欸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哦，418，注意，去死吧！来来来来，600。而且我发现等级越高，我们的人会变越大只。OK， 100等的上。哦，雷电的雷电，雷电魔王，我、哦、这很像一拳超人会出现的那种鬼级灾难。去吧，去！轻松打败，我也是 S 级英雄。OK， 我们又有1000块钱了。现在升一级要920块，超贵。好了，升啊，不管它贵不贵呢？啊啊啊啊！不能贪，不能想全部都得到。哦呦，270不行，310不行。哎哎哎哎，两个都可以一起砍呢。哦呦，150等，上，去吧。啊啊！没砍到那只，够了，够了，够够，够多，够多，够多了，530够打王了吧？够打王，我们就不拿了，就不拿。哦，牛魔王拿斧头的牛魔王来决斗！啊！呵啊！呸！我们超强，第19关，我们真的只能点这个啦，没有多余的钱支援我们去点其他的东西。哎，60人跳起来砍 ，OK， 跳起来砍，碎碎碎碎碎碎，等级不够高，再累积一点。来来来来，走150等的，哦哦，超多超多，哦，西藏够了，应该够了，应该够，
剩下就是砍僵尸、砍僵尸、砍怪物，挥！四百四十一有没有办法升到500？有点难啊啊啊啊！哎呀，临门一脚，在4.3被挡下来。哦哦哦，这只看起来有点粗壮哎，它是那个什么哥布林吗？哥布林之王。哎呦，哥布林之王现在第20关，希望我们这一关能彻底把它打败。Let's go！ 哎呦，哦这个，哦这个中间，哦好帅啊 ！OK OK OK， 我们今天为了打败他而来，我没有打败他，我是不会关游戏的。哦哦哦哦哦哦，帅帅帅！啊不行不行，这场依然打不赢他。哎呀！3.8差一点啊，我们打赢他好不好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把他打赢这只这哥布林之王啊，很像魔兽世界里面的角色，搞不好就是哦。这游戏不会去拿人家的皮肤来用吧，应该不会吧。哇，我们21等竟然一个都买不起，全部都要花看看广告才能免费，表示现在我们的等级已经够高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该砍赢了吧，我是觉得该砍赢了。一 A O 470，可以，来470应该可以到90500，有，来，去死啊，碎啦碎，我们终于打赢了那只王。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22关，各位，如果你们喜欢这款游戏，想看到我砍到100关的话，记得点赞，好不好？这游戏感觉蛮不错的，看起来感觉蛮香的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也可以下载。对了，很多观众都在留言问我说：“小光，我不知道游戏名，其实我都打在标题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都打在标题哦，记得把影片看完，标题的最后面就是我们的游戏名哦。”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点赞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吧，拜拜。